不是，玲玲，你听我说过，我可能真的是老了，我这段时间我自己在这儿，我想了好多事情。这知道吧？我一直以你姐姐为荣，我希望她是我的接班人，努力的培养她，她也很听话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会发生这么多事情，我也努力在想。我很长时间我想不明白，后来我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。 玲玲，你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真的很好了的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在要求你。其实我有时候想，我就是我的潜意识当中，我是想把所有对你姐姐的爱都给在你身上。我所以，我希望把你找一个好的男人嫁了，然后有孩子。我希望你可以幸福。那就是一切都做了之后，突然发现你离我很远，真的近在咫尺。我但是我觉得。 我真的搞不到你。其实想想你们姐弟三个，最应该羡慕的是小弟，他活的是那么纯粹，那么干净，他就一心想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不管别人怎么做，可是现在看看你们幸福吗？我一直把我认为的幸福强加在你们身上。我知道你们不明白，但是我相信你们有一天会明白。 但是幸福了，没有，不，娘娘，所有这一切都是妈妈的错，是妈妈对不起你们，咱不说了。 如果你现在觉得累了，就算了，不干了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爸爸也老了，也不想挣了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吧，去过自己认为幸福的生活，只要你幸福。 爸，你保重吧。